该再多叫一下，让我再传一段。不行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除了是陈家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title。听好，耳朵刮干净，听好。亚洲女子第一天团 SEC 里面的 rapper 担当。所以姐姐能唱还能说，可是我更想要说的是，将就的人生是不会快乐的，要讲究的人生才会幸福。今天这场生日快乐派对，希望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姐姐啊，这里不是句号啊，是逗号，一起进入姐姐如何达到快乐的境界。哎，啊，不要误会了，啊，那方面的快乐是你们无法满足的，好不好？那一方面的快乐呢，就交给你们姐夫处理。OK, so everybody, welcome to the Endless Show. 大家还记得前阵子姐在脸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生活中最烦恼的三件事。所有的回答留言里面，最烦恼的三件事竟然是早餐、午餐、晚餐的事情。Come on, 我的歌迷都怎么了？一个个被谁打出去了吗？哎，不要笑不开心。禁止录音机拍照，传出去我一个个看啊。春天傍晚，城窗外，黑白有一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还要等几个晚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绍兴，你刚说绍兴，我一个绍兴大哥就听听。绍兴，绍兴，瓦库尔，有大黄瓜味道。要是你家有不敢吃青菜的小孩，或是另外一半呢？对，这两道料理都是非常适合他们的，可以稍微骗骗他们，然后又健康。